你话俾哥哥睇你扮咩啊？小咩啊？小金版。望住个 camera。你系边个啊？我系你妈妈。好嘢好嘢，我妈妈咁高大，你可以保我可？妈妈梗系会保护你啦，但系你都要学下自己保护自己，知唔知啊？我而家咁细个，唔识搵嘢食，又唔敢自己一个人瞓觉，我要黐住妈妈。似乎呢只恐龙。做得很好啊，因为想住是等他参加攞下经验，等他建立多些信心。那我觉得黄永桥他很大胆，比我们想象中发挥得好，所以我们很 enjoy 的过程。你又觉得你的旅游点啊？真的是想象中那么好，因为平时练习的时候呢，他是会比较细声一点，有时会怕丑一点，但是今次的表现是喜出望外。